大家好，我是心理师的陈维林，然后我刚刚是坐在这上面，然后他是英文系的嘉怡，然后社会系的高以山，可以叫他毛毛，然后这个是日文系的康世轩，然后这个是社工系的林玉琴。我大一到大四都一直坐在那科上面，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唱歌耶！好，那我要介绍吗？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。Thank you.